你们讲的四夷山公园到底是哪一个公园？我原来以为是整个是公园啊。后来，待会儿，听我讲啊。我参加杜委会的时候，是不是放到前面那个？我前面那个就是那个有公园的那个啊，有公园的那个。对，我这个案子是我在任内的时候。通过的啊。如果大家指的四夷山公园是指的这个公园，我同意。好，那我同意这个嘛哈。好，我是觉得在这个里面哈，这首先我要讲说，这个是通过杜委会的，但是我希望大家注意到，这个可是前面市政府用BOT 方式，那个 BOT 方式来开发，所以开发强度一定比现在高的很多，这个是第一点啊。第二，我觉得这现在的市政府把那个商业的 BOT 减掉了，所以我觉得那个量才可以下来，开发强度才可以下来。那第三，我要讲的就是说，其实大家谈的东西在杜委会里面都有谈到，第一啊，是不是再回到刚才那个啊，对，当初这个啊不另外一个，对这个哈、啊，当初大家谈的在我们杜委会里面都讨论过。首先就是说，当时公展的时候，那个公民陈情的时候，我相信也是在地的乡亲，就要求说北面希望有一个公园式的绿带，啊，第一，第二，大家，等一下哈、啊，第二大家谈到说。这个区很好，现在的绿带，所以应该要有一个走道跟四周山连接。我觉得这个案子里面有回应，至少这个20米的开放空间加南部广场再连下去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回应我们这块基地，甚至于我们借的这个开发跟四周山有个连，有一个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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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个的连接啊。第三，我觉得南部的这个广场，那里面要什么东西？刚刚各位讲的说是希望你办活动什么什么东西，我跟各位讲说没有问题，这里面有区公所有这些东西，你办活动的空间有的是。好，你如果是一定要户外的很大的这个广场，为了办活动你要空那边，我不知道那个是后面设计的问题哈，因为。这个广场刚刚局长讲的，面积有一个足球场大，你要把它变成公园，你还是要变成广场？我觉得后面你设计的时候你来看，好，所以我是觉得基本上我的感觉是相当程度的有回应，好，当然，就请问这块地的建筑上的说法是什么？它叫法定空间。我连不要再骗人了，还在骗呢。没有骗人，没有。那如果是法定空间，是豪宅根本不能要空间啊。OK， 好。千方百计要都市计划委员去给他通过，这不是白道苦道吗？局长不要骗。回应一下那个刚刚那个林理事长那个。如果说你说这是公园，就把它设定为公园用地。对。局长不要再骗了，公园就是公园用地。局长，保留公园。保留。我回应两个事情，第一个是林理事长讲的那个华联站的 A 出口跟 B 出口有没有手扶梯跟电梯，我刚刚看了捷运局的资料，两个出口都有设手扶梯跟电梯。另外我要回应一下那个吴理事长，那个大巨蛋旁边的吴理事长，我没有骗你，我只是没有说服你而已，因为事实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大巨蛋它是商业发展比较多，那我说的我们的资料按照社福机关的理事产生，我想这个是可以受公平，那你可以不信任我没有关系，我的资料会公告，你可以找学者专家去看我那个资料，那我只是说很不幸我没有说服你，我并没有骗大家，所以你只够来我里内开公听会好不好？你听我讲，那你对你那个巷道，我跟你建议说是不是画红线又是收贿，你也像这样弄一场好不好？不是，我先回答嘛。你答应我的事情跳票了啊！但是
你也没有答应我，你要把整个巷道围起来，说不让人家进去。我讲，我们不要在这边讨论这个。我觉得说，我可以再去拜访你，我是没有说服你，但是我不同意说你在大庭广众之下说我骗你。因为也跟各位乡亲报告，我们今天交通局的资料，我会公告。你刚刚说你没有说服我，已经一年多了，你没说，你有很多时间可以说服我。结果你绕跑，你起码在解释，对不？无咱会使讲，咱有年外的时间会使讲。没有达成协议，无要紧，买卖无成，但是你袂使放鸟。我为了这个代志，我就甲市长讲，哦，市长嘛无法度答我。我们不要去，不要去，别去吵。啊，无你要坐，我就甲你坐啊。不是。啊，无你叫小贺像安尼，让我你来付一场，好不？啊！你拄只讲的代志，我来讲，你念来念去，七百几位，不是不是，我那足甲你感谢。我要跟你讲是说，我没有骗你，我不接受你这个指控，我只是没有说服你。第二个，我们不要整这个。第二个，我们今天的资料，我跟各位乡亲讲，我今天的资料同全部的分析，我会上网，各位可以请学者专家看我的资料，因为商业区跟住屋区跟住宅，它的理智产生是会不一样的。人工鸡蛋遐啦，他车你要七百五。谢谢，不好意思哦，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四位的交通的代志要跟进发言，是不是？因为将来如果三转以后，你们都不再认账了。现在特别爱家己记的，因即马吼再放放让咱记你了，将来咱若三转了后，伊拢落去嘛，吼。好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按照议程的部分呢，我们现在请那个邓条全先生。邓先生，来做发言。邓先生，登记十五号。